吗？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有个安全圈，然后来由我们这群非常辛苦的义消我们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到台上来呢，我们跟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做个安全宣导。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彰化县我们相关局的这位义工义消朋友们，要麦克风吗？谁要麦克风？小队长。三万九，怎么样？咱文创历史地哈，咱的主持人哈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好哈，我是咱花大义消红会三大队，我是小队长李丽娇哈，带阮家的姐妹，会叫来咱家给咱做一下。简单的宣导啦，哈，有这个机会，互阮一只，甲恁，甲恁做一寡防火爱用电，哈，咱地震，哈，嘛是爱，会晓，爱会晓避难，佫吼，咱的，最近啊，听到讲，瓦斯，哈，外泄，会造成安那爆炸，吼，嘛有人伤亡，对无？这嘛足重要的。虽然瓦斯是安那无毒的，啊，不过为什么会中毒会爆炸？迄就是因为伊的外泄造成咱，咱的瓦斯外泄吼，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嘛。吼，你若像讲外泄的时候，你闻迄条有迄瓦斯味，为什么会有瓦斯味？因为即摆虽然讲无毒，不过瓦斯拢爱有加一些东西。哦，你感觉有闻到瓦斯就是外泄，吼、哦。迄阵啊，咱袂使吼用任何的电器的物件，嘛要吼自然着爱关起，吼、哦。莫，因为你内底若有瓦斯啊，你要搁走入去吗？袂使，吼、哦。即阵啊，报警，吼。咱会知影报警要用几号打几啊？来，赶快有举手有奖品哦。答对了，嘿。总分嘛，那个吹出来。好厉害哦！他举手举好高哦，謝謝你看，他差点跳上来，你看他多兴奋，哇！赶快，知道赶快举手，恭喜！这是我们的花坛的黑糖姐姐哦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做超跑就是他了，来拍照，我们的彰化县消防局的我们的这群义工，来看前面拍照合影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黑糖姐姐。好，再来。哇，捐出来。暗时啊，咧困的时阵啊，吼，若拄到火灾，敢会甲咱叫？咱是要怎会知影会清气呢？吼，咱需要一项物件，就是咱的消防设备。哪一样？请问。会帮我们叫醒这位大哥？对，就是他会叫。有烟真烟探测器嘛，哈，它烟雾警报器。对啊，它就是有烟才会叫，哦。恭喜你来到台上来。我们晚上的时候睡觉都是靠那个，就是靠什么？靠声音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赶快起来，那恭喜你了，大哥，恭喜，谢谢。是的，刚刚说我们的烟雾警报器它会响哦，响得非常大声哦。这个是也是一个逃生的一个方法哦。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平常乡下都是靠梯耶，靠梯厝对吗？是。因为装一粒是无够的，因为你装伫个楼梯间，你有二楼、三楼，是不是？爱加装哦。因为阮是哈无推销人去装这真烟探测器，为着咱的性命哦，咱来家己要保护。你有装就有保庇，你来家己买迄消防器材的所在去买，再来，即阵啊，拄着地震啊，要安那？你若拄啊咧滚，是要来走吗？还是要安那？转，好，你小朋友，
在床上躲在棉被下面。对，我们用枕头把我们的头保护起来哈。有没有？然后就像那个青蛙这样趴着啊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把头发不会受伤。哦，保护头部就对了啦。哎，好，恭喜这位弟弟，阿志弟弟。还有，来，赶快要吃的，赶快举手。现在我要问，我们家里有用电吗？有。那我们平常我们家里的那个电线呢、几年要叫那个专业人员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呢？对，答对了，谢谢。你好棒啊！三年啊，每要三年要检修一次啊。这里的电线呢，刚刚我们的伊翁姐姐她说，我们小队长刚讲过了，三年要检查一次哈，这样呢对我们的家里的电线呢，就比较不会发生电线走火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邀请这位漂亮的美女来拍照合影，看前面。以上都是一些基本常识哦，基本常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。还有好，最后一题是不是最后一题了？最后一题。来，延长线呢，我们要把它捆绑起来。对不对？好，中间的这位大姐，捆绑起来对不对？没，小队长说电线呢，延长线是要把它捆绑起来，是不是？在插电的时候，插电是要捆绑起来。你来，好，谢谢。插电的时候不能捆绑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收拾收啊，电拔掉收起来可以捆绑起来吗？然后再第二个要拔，是要拔哪个地方？对，来，下一题，这是下一题。等等，我们先请这位来，先领奖，来拍照。恭喜，记得来进行下一题，好来。延下去，那插头我们要。是要拔头还是要拔线啦？哦，这个厉害哦，好难哦，这题好难哦。答对了。插头拔掉哈，来恭喜啊，这些都基本常识了。你那个没有呢，抓那个管子啊哈，那个插会把那个里面的线哦，有时候会常常啊会断。不晓得，对，心会断掉哦，拉扯当中会断掉。对，刚刚小队长说讲得非常明白明确哦，记得要拔插头的时候是要拔那个头哦，插头的头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拍照合影。是的，这里呀，来，我们这敬礼是郑奇公，请留步哦，我们请我们的主办单位呢，我们欢乐文创协会呢来颁发这项我们的感谢状。好，我们感谢状哈，我们给我们台上的辛苦劳苦功高的这一群我们的消防义工，来一起出席我们今天花旦摇滚趴，来颁奖。对不起，九连拍。谢谢，用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台上的我们的张万贤义消姐姐们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哇，因为有你们来让我们的社区呢，那让我们的一些基本常识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知道哈。好的，在这个我们义消姐姐呢安全熏导之下呢，我们紧锣密鼓呢再次邀请我们的叮咚的乐团，我们曲德公园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借我们双手掌声欢迎，谢谢。那我们要跑进来，嗨，我们又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后面呢还有非常多很棒的乐团，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也不要用了他们太多。